今天迎来我们博白县观赏席协会换届会议的胜利召开，在此我代表县文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。全体协会领导机构议程有：第一，请邓海波做工作报告，并请各理事讨论通过工作报告；第二，王清河东平合江产玉，纳林黄龙玉等，其中南流江玉被评定为地方标志，广西地方标准南流江玉，尤其是南流江产玉博白红，其质地温润细腻，色泽鲜艳，引起了国内外宝石界的广泛关注。其摆件、手把件、挂件豪华璀璨，光彩夺目，宝光四射，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、收藏价值。我们博白是南流江产玉之乡，更是南流江玉的主要产地。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这份大文章。